7月14日，昆凌生二胎后现身机场，手拿咖啡和助理一路热聊，一头长发戴着墨镜，皮马甲配透视裙，小腿白嫩，依旧又瘦又美，少女感十足，心情也是很好的样子，青春活力完全不像刚生完宝宝的妈妈，真是最佳生娃体质。见到照片后，引来网友们纷纷围观留言道，祝福昆凌和杰伦，女神不愧是女神，我们怎么舍不下来。